羽球亚锦赛，杨博涵、卢靖瑶男双三色强赛，来为台湾羽球好手的羽球亚锦赛加油。语音直播无比赛画面，不喜勿入。运动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直播主小林。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好久不见。一样在我们的影片直播开始前呢，也欢迎大家，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的内容的话，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的选手卢靖瑶、杨博涵加油集加油集气哦。OK， 好，加油，帮我们的台湾选手卢靖瑶、杨博涵，预计7:30要来比赛啊。OK，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一起来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OK， 希望大家呢可以，我们一起呢正能量集气，帮台湾选手加油打气一下。OK， 好，等我一下，我调一下这个东西啊，稍等我一下哦。好。那这个声音听得清楚吗？听得清楚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哦。这个声音听得清楚的话，在影片底下帮我留言加一，谢谢。好，然后我来看一下哦，我来看一下留言哦。Hello， 有名 ，Hello Carlos，Hello 路 ，Hello 西瓜哥哥 ，Hello 冠玉 ，Hello 冠廷拜拜。冠玉好，希望你可以保重哈，祝福你身体健康。好 ，Carlos 说印尼的全英赛冠军输了，欸，其实可能就是调整的关系吧。OK， 好，云彩 ，Hello，OK，谢谢云彩。在第几场哦？在场地还没有出来，欸，因为他们是就是哪边有空的场，他们就会比。那预计是7:40啦，哪里有画面哦？哪里有画面？你可以在那个 YouTube 频道打这个羽球亚洲的英文哈，你先去 Google 羽球亚洲 Badminton Asia 这个网站呢，可以去看哈。我帮大家用一下 YouTube 频道。这个部分呢，好，可以看的直播呢，你们去用这个。好，你们用这个。好 ，YouTube 频道搜寻 Badminton Asia 应该就可以看。电视没有哦，跟李志伟讲一下。谢谢雅玲，谢谢云彩、冠玉，谢谢西瓜哥哥的回报。OK。好，所以这个部分 YouTube 底下搜寻哈 ，YouTube 底下搜寻哦，麻烦你搜寻Badminton Asia， 你就可以看得到喽。OK， 好，你可以看得到了。OK， 跟大家讲一下。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比赛呢即将要在7:30来开始，可是我预计有可能会延后啦，哦，这个部分也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啊，预计有可能是会延后。然后这次的羽球亚锦赛它是在菲律宾举行的，那菲律宾跟我们台湾是没有任何的时差的，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好，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这个比赛画面直播的话，你可以到 Badminton Asia 这边来去看。可是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这个 Badminton Asia 这个 YouTube 频道它只有转播第三场地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台湾选手没有在第三场地比的话，也是看不到的。那艾尔达是在这次呢并没有去参与直播 ，OK， 所以这个部分也跟大家讲一下。好的，志伟，希望刚刚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哈，电视的部分是目前没有办法看的。好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部分。这个声音听起来是 OK 的吧？哈，好，这个声音听起来是 OK 的，那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呢，马上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部分。Hello， 右鲁，好久不见。好，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看这个部分。首先，我们先看到的是今天呢，哈，只有我们台湾选手只有这一场卢靖瑶跟杨博涵这个比赛而已。那其他选手都要等明天了。OK， 好，这个右鲁好久不见了。OK。好，右鲁，你的这个健呐，哈，健康的健不是哦，你应该是打见面的健才对啊。这个部分稍微纠正一下你的错别字啊，不要打错字啦。好，那这边呢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赛程的部分。羽球亚锦赛总共比六天，这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那它是在菲律宾举行，那所以菲律宾跟台湾是没有任何的时差的，所以这边也要跟大家就是做个说明哦。好，那再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哈，今天的比赛呢是从早上9点开始比，那今天有分资格赛跟32强赛，因为他们有一些是那种类似从外围打过来的这个资格赛，所以要先跟大家讲一下。那第二天呢，就是也是从早上9点开始比，也是在比32强，所以32强比两天哦。
那第三天呢，则是4月28号，4月28号是礼拜四了吧？哈，礼拜四呢，则是早上的9点比16强。哈，那再来呢，4月29号礼拜五呢，哈，是下午的4点开始比8强。那礼拜六呢，4月30号呢，哈，是下午的1点，下午的1点呢比准决赛，哈，四强的部分。那最后礼拜天呢，则是在这个5月1号下午1点比决赛这个部分。那不过也要跟大家讲，不过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次的亚锦赛呢，哈，像很多人说，小戴有没有参赛？周天成有没有参赛？林洋配有没有参赛？这个部分呢，哈，要跟大家讲没有，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台湾的选手呢，哈。主力的选手呢，哈，目前呢亚锦赛是没有参赛的，他们是全力备赛5月份的这个汤优杯的这个部分啊，哈，还有5、6月份的一些大小比赛的赛事，所以亚锦赛这个部分呢，我们台湾选手主力的部分，小戴、周天成以及林洋配的男双是没有来参加的，也要跟大家就是做个说明啊，哈，这边。好，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影片底下聊天室的置顶留言，置顶留言这边呢，聊天室的置顶留言有一个我们 Discord， 这个 Discord 呢是我们的这个讨论体育还有聊天的一个群组，那小林用 Coin 也会用这个群组，所以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聊天室置顶留言，那边有我们的这个体育讨论的群组，那大家也可以点选这个连结去加入，那我们来就是也可以讨论体育，那也可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做个 call in 让大家聊聊，所以这个部分也跟大家讲一下。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好，等我一下。好，所以这个是赛程的部分。那今天的比赛呢，今天唯一一场有我们台湾选手上场的比赛就是这个了。好，这个我们台湾选手啊，卢靖瑶跟杨博涵 ，OK， 卢靖瑶跟杨博涵，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卢靖瑶跟杨博涵这个部分，好，是今天要来比赛，那比赛的时间是预计7点半，也有可能会延后，对，这个部分是前面的比赛而定，好，跟陈辉讲一下。好，然后呢，这个 Carlos 说，觉得三口茜有可能会拿下亚锦赛的女单冠军，是吗？好，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在影片底下预测一下各个单项，男单、女单、男双、女双以及混双的这个冠亚军，你觉得预测一下，看看谁会是得到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名次，这样子。好，然后 ，Hello 张少，你赶上了，赶上，因为还没有开始比，预计7点半啊，我们左上角有写 ，OK， 好，也谢谢关于的提醒啊 ，OK。好，那这个呢，卢靖瑶跟杨博涵呢，今天要来对决到的是日本的这个，算是目前日本啊蛮强啊，算是应该也算是数一数二的男双啦，哈，小林优吾跟宝木卓朗大会的第二种子，哈，这次大会的第二种子，世界排名第四，世界排名第四。然后张少是说，我们观众张少是说，他觉得日本这个组合状态不好，有机会。哎呦，那你怎么认为说今天这个你怎么看他们的状况不好呢？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个申进说，明天台湾有赛程吗？明天的台湾赛程应该是还没有出来啦，哈。那如果出来的话，我也会跟大家讲。哎，明天赛程出来了，我在这边看一下啊。明天赛程的话，女单的部分，我们台湾选手宋硕云是预计早上10点20要比。那王子维的男单呢，则是预计明天11点要比。然后这个张静慧跟李子珍的这个比赛，女双的部分是预计是明天的中午12点20会比。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谁。这个林俊逸的比赛男单的部分呢，也是在明天3点40要比。那白玉珀呢，是在明天下午的4点20要来比。OK，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明天的赛程。哦，你看他们全英状态，可是全英这个庄少说，这个认为说今天卢靖瑶跟杨博涵今天要比的对手小林优吾跟宝木卓朗哈。他觉得日本这个组合呢可能会输啊，哈，这个可能会输，台湾选手有机会。那他的理由是全英状态不好，那也不一定，因为全英跟现在已经隔了有点久了，所以不确定啊，哈。那泡泡说卢靖瑶跟杨博涵是第几场地？卢靖瑶跟杨博涵这个部分的话呢，他们的场地还没有，目前还没有，还不知道哦。OK。
好，许文琪的比赛啊，明天我都无法看。泡泡 ，OK， 了解。许文琪，我刚没有念到许文琪，真的，我刚没有念到许文琪。许文琪的部分，许文琪的部分是在明天的下午3:40哦，对战马来西亚的选手。OK， 可能 Carlos 说，可能是因为曾经和教练去印度的关系吧。哎，不无可能啊，哈，也谢谢 Carlos 的分享。OK。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今天我们已经久违好久的没有直播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亚锦赛哈，来跟大家直播聊聊天 ，OK？ 那来看比赛。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杨波涵跟卢靖瑶呢，之前其实有对战过这个宝木卓朗跟小林优吾他们今天的这个选手。那我们先看一下世界排名的部分哈，这个仅供给大家参考，世界排名不是非常准的哈。那这个卢靖瑶跟杨博涵呢哈，世界排名第25名。那小林优吾跟宝木卓朗他们今天的对手呢哈，世界排名第4名。OK， 所以这个小林优吾跟宝木卓朗其实是在这两年来靠快速上升的一个很强劲的一个日本双打组合，他们的这个轮转位移速度很快，而且很稳定的发挥。OK， 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卢靖瑶跟杨博涵他们是以进攻为主的一个组合啦，好，也跟大家讲一下。OK， 好，然后 Carlos 说谢书组合赢了。OK， 马来西亚的这个男双这个部分，这个苏伟毅跟谢定峰嘛，哈 ，OK， 好，还好我没有忘记他们的全名 ，OK， 谢谢这个，谢谢张少频道的分享啊，这个印度男双有进步了 ，OK，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选手呢，我们台湾的卢靖瑶跟杨博涵呢，哈，其实呢，生涯有对战过一场跟这个小林优吾跟宝木卓朗今天的比赛，那当时呢是在2019年的这个新加坡公开赛，那当时是输的哈，被直落二哈，18-21，16-21，可是现在已经时隔已经快三年了啦，所以这个部分呢，今天再度交手，虽然对方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可是我们看一下。今天最主要是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卢靖瑶跟杨博涵签运不好，第一轮就遇到这么强的。其实今天主要是看说卢靖瑶跟杨博涵他们之前，我记得好像在前一场比赛，我有点忘记那场比赛确切的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们其实是有点受伤的情况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主要是看他们伤后复原以后再站上球场的一个表现，一个调整。所以输赢其实比较算是其次，比较是看他们今天比赛调整的一个状况跟内容啦，哈。好，也谢谢这个关羽的补充。OK， 好，所以这边呢，我们也跟大家快速讲一下。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男双哈，男双这个部分呢，哈，杨博涵跟卢靖瑶呢要对上的是宝木卓朗跟小林优吾 ，OK， 那他们两个之间的胜者呢，将会在16强的时候遇到这个许永凯跟骆建贤，好，新加坡的选手。那新加坡的选手他们是第一轮不用比，因为斯里兰卡的选手退赛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卢靖瑶跟杨博涵呢一路畅通无阻的话，有可能会在8强、遇到这个马来西亚的王耀新或张玉宇、不过前提也是要看这个王耀新跟张玉宇有没有这个状况有没有非常好、当然啦，王耀新跟张玉宇大会第六种子、也是有机会的啦，齁。那再来呢，我看一下这个OK， 我刚看错，没错，没事。好，然后我们回答一下这个书券的问题啊，这个为什么1000级别的这个那么小林为什么1000级比赛办的那么拉胯，高清也是8强才有，我听不懂你的意思啊，请你可能把它换成比较通顺的语言，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不好意思哦，这个探讨。OK， 然后这个 Carlos 说。这个希望和冰娇能够打赢三口茜，有些人希望三口茜赢，有些人觉得希望和冰娇赢哦。这个部分，因为女单这个部分呢，台湾选手白玉珀跟许文琪有参加哦。虽然白玉珀跟许文琪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冲击冠军呐、不过我这边做一个预测，我个人认为啦，我个人的预测啦哈、这次的冠军啊，这次的这个女单冠军呢哈、
我个人预测啦，这个我通常预测什么哪一个人就会输啊，好，所以我这边呢也来开始这个学这个台南 Judge 来预测一下，看看我这个羽球国师的功力，看看能不能预测了以后呢这位选手就输球了。好啦，我开始我预测一下，等我一下，我来发功一下。好，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羽球的部分呢，这个亚锦赛羽球国师、羽球神童小林在此预测女单的冠军应该是安喜盈。OK， 如果你认为你也觉得女单冠军会是安喜盈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我们看一下，通常小林啊，这个预测谁就会输得很惨，所以这个部分呢，安喜盈不好意思啦 ，OK， 不好意思啦。OK， 何冰教的状态很好。Carlos 说，意思就是一千级比赛不是应该办得很豪华吗？第一天就要有高清直播，开始这个一千赛相对拉胯。什么叫相对拉胯？这个听不懂哎。OK， 好啦，我了解你的意思了。那这是大会嘛？大会每个大会它这个是。这个大会不是 BWF 办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只能尊重啊。你问我，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我只能可能觉得每个国家他们的这个重点方式都不一样啊。好，冠玉是加一啦，右鲁也是加一，阿泡泡也是加一，张少觉得是三口啊。OK， 好，这个部分难说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继续啊，且看且走啊。羽球国师啊。这个羽球版的台南 Judge 小林啊，这边来快速预测这个部分呢，就是通常预测呢说谁会赢谁就会输啊，所以我预测是三口茜会拿下这次亚锦赛女单冠军啊。OK， 安喜盈打不过何冰娇。OK， 谢谢 Carlos， 那你认为为什么呢？不能只讲这样子啊，安喜盈打不过何冰娇，我谁都会讲啊，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安喜盈会拿下冠军的原因很简单，安喜盈最近的这个球风呢，证明了他不是只有防守而已，他在进攻上也有在多点的加强，而且速度上呢有维持还有加速的这个成长，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认为其他选手相对来讲呢是跟不上他的速度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这是他的这个可以拿下冠军的这个非常大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的看法。OK。好 ，Carlos 的分析是因为他从战绩来看呢、安喜盈输给何冰娇三次了。好，谢谢你的分享。说不定是小将爆冷，有可能哦，有可能也是说不定的、这个也是说不定，也是难讲啊。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到底要不要开始了。哎呀，我们等了也是有半个小时了吧？还没吗？哎，等一下，我这个表格用错了。好，还没比赛还没有开始，我看应该还要再等一个小时。我们今天太早开了。OK，Hello， 虚拟方程式，好久不见啊。OK， 好，安喜盈输。OK， 这个 Carlos 的分享我刚刚有看到了。好了，谢谢 Carlos 的分享啊。如果你这边有想要预测女单或是男单、女双、男双、混双的冠军的话，你都可以在影片底下详细的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OK， 那也欢迎你呢，欢迎大家呢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卢靖瑶、杨博涵加油，希望可以在他们上场前集到20个按赞正能量，帮他们加油打气一下哦。OK， 那我们刚刚男双讲完了，然后卢靖瑶、杨博涵，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在八强会对上马来西亚的选手王耀新跟张玉宇，我当然也是这么希望啦。但是，宝木卓朗跟小林优武的实力就摆在那边，是一个非常难以跨越的墙。那卢靖瑶跟杨博涵呢，其实也不弱，只是说在实力程度上面来讲呢，可能跟宝木卓朗跟小林优武还是有一些些的差距的，但是今天呢，球是圆的，羽球不是圆的，羽球就是这样子哈，谁赢谁输不是我们这边说就可以决定的，真的要下去比一场才知道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期待卢靖瑶跟杨博涵今天可以为我们上演大惊喜啊。OK，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看看，等我一下哦。OK， 我们继续来看看。Hello， 维尼哥你好。OK， 我喝个水。Hello， 安安大家安安。好的，
好，大家吃饱了吗？吃过饭的可以在影片底下帮我留个言，留加一哦，表示你吃过了。哎呦哎呦，我这个 CPU 好烫啊。OK OK，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接着继续来看下去。OK， 下个星期汤杯，好的好的，这样我了解了，谢谢张少。OK， 谢谢冠玉。OK， 好。再来，我们先看一下台湾的选手在这次的亚锦赛呢，哈，男单的部分呢，有王子维上场。那王子维的这个第一轮呢，要对上的是这个肖雪 ，OK， 肖雪这个部分呢，哈，这个部分他们是在第一轮呐、啊，但是我个人认为王子维第一轮应该是可以轻松过关才对。那第二轮的话就不好说了，因为第二轮可能会遇到印度的第五种子 ，OK， 印度的第五种子。那这个部分呢，我个人认为，我个人预测王子维这次可以走，如果状况好的话，应该可以走到八强甚至四强，这是我个人的认为 ，OK，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你觉得王子维，台湾的王子维这次呢？可以最远可以走到哪边？可以，你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OK， 右乳也赞。OK OK， 哇，现在有些人呢，哈，已经吃完了。OK， 有些人还没有吃，要等一下才吃，像张少。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王子维，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还有另外一位选手哦，男单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位选手林俊逸，林俊逸也有来参赛。那林俊逸算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比较知名度没有这么高的一位选手啦齁。那林俊逸呢也是签运非常好啊，第一轮呢就会遇上日本的第八种子长山干太。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林俊逸就当作是一个，因为长山干太现在的实力我个人认为也是不太 明朗啦、啊、不太，因为毕竟也是很久没有看到他比赛了。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认为林俊逸其实是有机会放手一搏，因为对手也不熟悉林俊逸的球路，所以或许我个人不会说这场比赛是五五波，但当然还是长山干太的赢面比较大。但是林俊逸应该七三波吧，好、哦、三成的机会。好、哦，那通常小林认为谁会输，搞不好那个人就会赢，所以说不定林俊逸会在小林的这个乌鸦嘴之下呢，他赢了这场比赛啦。好啦，那如果林俊逸一切顺利的话，也有可能在八强会遇到马来西亚的李子嘉哦，也有可能。OK。七友人没有比哦，哈，张少，好，是印尼的吧？你是说什么？俊逸是打印尼那位哦？哎呀，我看错了啦！哦，我看错了，看错，眼花，看错了，我以为是长山干太，不好意思，眼花看错了，不好意思，眼花，抱歉。那如果是跟印尼的这位选手比的话，有可能在16强就会遇到李子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跟印尼这位选手来比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林俊逸还是很有机会可以放手一搏啦，哈。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就是五五波啦 ，OK。可是因为印尼这位选手，我记得他的国际经验呢，国际赛经验也是非常多的。可是林俊逸他的国际赛经验是比较没有这么高的，所以这个部分呢，相对比较吃亏一点。可是我个人还认为林俊逸放手一搏的话，这场比赛还是五五波的看法啦，哈。长山轮空，谢谢这个冠宇 ，OK， 谢谢这个碧音，谢谢这个信 ，OK， 这个谢谢信的这个纠正，也谢谢张少，好 ，OK， 好，真好 ，OK， 好，长山轮空真好是吗？哎，轮空也不一定好，因为轮空就表示你少了一次调整的机会，也不一定好了，有好有坏。对，印尼这位选手是老将，但是我个人认为老将强就强在经验啊，所以这个部分绝对是林俊逸的一个课题啊，如何去打败老将的经验啊，晋级到下一轮比赛啊，也是一个课题啦。然后李子嘉呢，哈、啊，他要在三十二强要面对到的是中国的选手孙飞翔，哇，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孙飞翔哦、啊，很好记。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李子嘉如果顺的发挥的话，因为孙飞翔我实在是没有看过他，如果有人看过孙飞翔打球的话，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评论一下孙飞翔的球技如何。我个人没有，个人是觉得说，因为孙飞翔搞不好是中国队的一个骑兵啊，那可是我个人就觉得李子嘉大会第三种子不是叫假的，应该还是可以晋级到次轮啊。好，拖他体力啊，谢谢张少这个分享。啊，说这个林俊逸如果可以拖这个印尼老将的体力的话，是有机会可以到次轮的。好，
然后长山那个不是轮空啊，是要跟资格赛获胜的人打。等一下我看一下。对，这个是 D1， 对，长山不是轮空啦，好，是要跟资格赛打，所以长山的话，这个应该是明天才比啦。谢谢信的这个补充 ，Hello 中中你好，好，所以呢，我们台湾的选手是预计七点半要比，可是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哦，比赛应该是还没有开始，应该是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个部分不用急，不用急哈、哦，如果开始了，我会马上告诉大家 ，OK。然后 YouTube， 如果你搜寻我们底下这个 Highlight Badminton Asia 啊，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场地的免费观看比赛。可是这个场地呢，不确定台湾选手有没有就是可以在这个场地顺利出赛，所以这也还是一个谜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是平常心啊，因为这次艾尔达是没有做转播的，所以是看不到艾尔达的。好，然后。OK， 孙飞翔是跟李子嘉同期，但是命运不同。好，谢谢张少的分享。OK， 好，张中恩宪，你还记得我吗？大概记得，大概记得。OK， 好。OK，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女单哦，女单白玉珀，哇，白玉珀第一轮呢要面对到的是新度。OK， 我们来放大一点给大家看。白玉珀呢，第一轮要面对上的是，我应该是没有看错了。白玉珀第一轮就要面对新度，那新度呢？哦，大赛新度，亚锦赛算不算是大赛呢？我想应该是算啦，因为是1000等级的，所以白玉珀遇上新度，其实并不是没有赢面，因为新度其实通常第一轮呢，他的这个状况比较没有这么快可以进入状况，所以我认为白玉珀如果发挥的好的话，说不定可以跟。这个新度呢，让新度陷入一个焦灼的这个状态，然后拿下比赛。当然了，新度的赢面还是比较高，因为他实力就摆在那边，这个大会第四种子，而且呢也是国际大赛经验也是非常的多。那白玉珀也不是说没有国际赛经验，而是白玉珀的这个速度跟体能跟新度来比的话，确实还有球技确实是有一些落差，所以这个部分白玉珀能赢的机会还是有，只是没有这么大。所以我个人认为白玉珀这场比赛，我们倒不如换个角度去欣赏一下白玉珀他是如何去面对新度的一个策略。OK， 比赛开始了吗？这个。Win Ten 说比赛开始了吗？还没，还没开始，还没开始。OK， 好，1000级的大赛没有错，是1000级的大赛。谢谢陈佑儒啊。OK， 好 ，OK， 那这个部分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Win Ten 跟刚刚那个胡恩那个书券探讨、啊、有点像哦，是同一个人吗？不确定、哦、不过不重要。好。OK，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女子单打的部分呢，也可以看到像中国也派出了韩月啊和冰娇都在这个第一区、第二区。好，那这个部分呢，像台湾的宋硕云呢，哈，第一回合呢，哈，第一轮呢，32强赛呢，就要对上是泰国的这个戳楚翁，也就是李美妙。那宋硕云呢，本身他的国际赛经验也是没有这么多啦，所以我个人认为遇上戳楚翁，可能就是。吸收对方的经验、啊、也是吸收对方的经验、啊、看这个部分，陈宇飞的部分我并没有去专注看他跟谁比、欸，这个部分我没有看到。那我有听到是说陈宇飞已经有就是得到了这个，得到了这个疫情这个染疫了，所以我不确定是真是假。那所以我不确定他还有没有正常出赛。这个部分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在影片底下补充，或者是我知道的资讯是错误的，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好。OK， 王子维的比赛是在明天吗？没有错，预计在明天中午左右跟阿维讲一下。好，那王子维是要来对上的是，我们看一下王子维是来对上马来西亚的选手。OK， 好 ，Hello， 这个虎金 ，Hello， 好久不见。好，然后呢，这个部分呢，我们这边呢这一区呢，我再看一下还有哪一些选手啊，像日本的大哭彩要对上的是何冰娇。哇塞，这么漂亮的大哭彩，第一轮就要面对到这么强悍的何冰娇，两人都是左手持拍，我个人认为大哭彩说不定会爆冷啊，因为我非常希望大哭彩能够呢，哈、哦，走远一点，毕竟呢颜值高啊，哈、哦，所以我希望他走远一点，我可以看久一点，不过实力还是摆在前面，何冰娇真的是比较强一些啊，但是说不定大哭彩。
这场比赛合并较赢面是有啦，有我个人是觉得到了八成啊，因为大哭才他的实力就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嘛，啊，他的这个整个在这个前场的一个小球，还有这个速度上呢，有时候可能会跟不上这个比较强的对手的速度，所以大哭才的实力就是摆在那边，他近几年来进步的幅度也没有像合并较那么的大。那虽然两个人都是左手持拍，可是合并较更敢放开来比。所以我个人认为合并较在第一轮面对到大哭彩同是左手持拍的选手的话，赢面其实是蛮大的。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女单的这个部分，我们台湾的选手许文琪小林非常看好的一位选手呢，面对到的是这个陈心宇。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许文琪应该是跟陈心宇这个马来西亚选手应该是可以五五波啦，好，但我个人认为许文琪最近的国际赛经验丰富，而且他的企图心很高，那他的球技他也是一个进攻型的这个球员，他打的不是很保守，他比较是属于放开来打的那种球员，很勇于去尝试不一样的这个球路啊，不管是单吊小球或者是拉吊的这个球路都勇于尝试，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是有希望的，有希望可以再晋级到第二轮啊。那第二轮如果真的遇到澳元希望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啦，我们就先这样讲到这样。谢谢刚刚 新的朋友订阅 YT Chill 的订阅，谢谢你。好，那也谢谢洪凯啊，说这觉得这个林俊逸对印尼的选手有希望，因为俊逸是一个美国超级300的冠军啊。谢谢洪凯的分享。今天除了男双还有别人吗？佩妮没有了，没有了，好，可能是还有，应该是没有了，没有了。好，那这个部分呢，最近和他没有输过，谢谢中中恩心的分享和张少的分享。好，那至于哪边可以看到台湾选手比赛呢？我只告诉大家，在这个影片底下呢，哈，这边呢，这边，这边，好，有一个这个 YouTube 频道，搜寻 Badminton Asia。或许啦，有机会看到，因为艾尔达没有播，那这个频道或许有机会看到。景鹏晚上好哦 ，OK， 好，景鹏吃饱了吗 ？OK， 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赞，帮我们台湾还没有上场的选手，这个卢靖瑶、杨博涵的男装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30个按赞正能量，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打气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女单讲完了，女双也讲一下。我们台湾选手有一组女双晋级哦，不是一晋级，有来报名参赛，就是这个张静惠跟李子珍，那应该也是明天的比赛了，好，要来对上香港的选手。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希望张静惠跟李子珍可以走到很远的部分，不过如果他们晋级到次轮的话，有可能会面对到这个南韩的金兆英跟孔熙龙，非常难打的一个比赛，但是也是当作是吸收对方的资讯了，好，吸收对方的经验了。OK， 好，今天播几场？今天就播一场啊，就是这个杨博涵跟卢靖瑶。OK， 好，果然不是 BWF 办的有差啦，好 ，BWF 至少会多给几个场地。哎，对了，也是啦。啊，台港说 ，KC 说，这个应该会播啦，毕竟是第二种子的比赛。哎，这个我们两个都是乌鸦嘴，你知道吗？通常说谁就不会播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不要说破好了。一说破，可能有时候就真的看不到了。所以这个部分 ，KC 你看看要不要把留言改一下？没有啦，开玩笑啦。OK， 有一个场地的直播，谢谢 Lee John， 开开玩笑，做做效果啊，哈，不要当真啦。OK， 好 ，OK。好，所以这个 Lee John 说 Badminton Asia 有可以看的，我也希望是可以看的。OK， 我也是非常希望啊，但是我们就不讲出来了哈，因为通常啊，小林是一个乌鸦嘴，羽球国师啊，羽球版的台南 Josh。OK， 说谁输了啊？当然我的制作影片的功力没有 Josh 厉害。OK。哦，复盘比赛的节目很好看 ，OK， 谢谢，收到你的这个分享 ，OK， 好 ，OK，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OK，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好，几点？本来是预计7:30啦，折立啊、哦，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可能要继续延后啦，啊、哦，要继续延后啦，好、哦，延后到几点？我们再往后推一个小时，8:30好不好？8:30 ，OK， 或许8:30或能看到比赛，或 ，OK， 好 ，OK， 可能8:30了，因为现在看起来一定 delay 了，一定 delay 了，对，所以这个部分也许8点，或是8:30。哦，这个洪凯，我也许8点或8:30，因为 delay 了。现在在直播男双，不晓得等一下有没有，希望是有啦，希望是有啦。啊，没有的话也是没关系啦，没有的话我们就隔空播报。OK， 好，谢谢 Lee John 的分享。OK，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瞧一下东西。OK，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啊，大概是这样子。OK。好，我稍微瞧一下画面，等我一下，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比赛的部分，这个情况是如何啊？这个情况到底现在哦是一个谜啊！而且我在早一点的时候看那个比赛的分数啊，那个大会这边提供的分数啊，也是有点怪怪的，好像这个大会提供分数有点挂掉了，他们计分板挂掉了，一直停在何继廷跟这个周浩东的这个分数上面，所以大会的这个计分板啊，看起来也是故障了，所以这个部分完全是一个谜啊，你看不到，不知道这个下一个选手什么时候会出来比啊，好，这个真的是一个谜啊，哈。好，所以这边也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哦，大概大会的计分板呢，哦，目前看起来是挂了，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哦，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及时的更新啊，大会，因为大会的计分板也是挂了。OK，Hello，这个美日你好 ，OK， 中中恩线，小林，你觉得台湾火神？我虽然是台湾神童啦，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OK， 谢谢中中啊，中中最近很关心这个火山的问题啊。OK， 你觉得上面那个人有没有看过墨镜哥的影片啊？每日，我觉得你觉得有看过就有看过，我觉得你觉得对就对。OK， 我觉得你觉得对就对了啊。每日一贴文，啊，每日一贴文，我告诉你啊哈，这个。好的影片，好的频道 ，YouTube 频道啊，这个名字哦，可能不能这样取，因为你这样取哦，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想要支持你。我觉得你可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朝这个 YouTube 经营上面哦去下功夫的话，你的这个频道名称哦，我建议你改一下啦，看看你要做什么主题哦。比如如果你想做电竞游戏的主题，你就改一个，比如说你的绰号什么，阿文游戏，阿文打游戏。因为你这个主题，你这个名字，每日一贴文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如果我是观众的话，我不会有冲动想要来支持你哦。这个部分呢，一点良心的建议啦，好，听得进去就听得进去啊，听不进去就当我在乱讲。OK， 好，那小林吃香菜吗？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看心情。OK， 好。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啦，我们开放这个 Discord， 我们开放 Discord 呢，来跟大家来让大家聊聊，就是你对这场比赛，或者是说你对这次亚锦赛的预测。所以如果你想要打 Discord 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你，马上呢加入我们的影片底下聊天室。影片底下聊天室呢，我们有个置顶留言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聊羽球的群组，你加入进去以后呢，就可以 call in 打进来了 ，OK。好，等我一下，我这边快速设定一下啊、哦，这边快速设定一下。已经开启了这个，我这边已经开启了我们的 Discord 的聊天热线了。那你等我一下，大家如果想要打进来的话，可以分享一下。等我一下。如果想要call in聊这场比赛的话，你也可以打进来。小林的群越来越热闹，没有啊，很冷清啊，哦，没什么人啊。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来看一下哦。
有加入了，可是没有声音条，哎，怎么会这样？等我一下，我设定一下。Active。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这要怎么用啊？我来看一下哦。哎呀，这个 Discord，我来试试看，我来看看我们这边 Discord 有没有连上。有，Discord 是有连上的。等我一下哦。好的，所以我这边有把 Discord 开出来。等我一下哦。大家如果想要来 call in 的话，来做个测试的话，也可以，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哦。因为现在呢，你 DC 的代码是什么？在影片底下留言啊，留言的置顶留言有 OK 啊。至少目前的直播都是第三场地，而羊肉炉也是第三场地，应该会播。好，谢谢你，谢谢 KC 的这个助攻。OK，你觉得小戴的球后宝座可以到达300周吗？我觉得还是要看这场比赛的这个情况而定啊。OK，也谢谢 KC 的分享，也谢谢 AI，Hello 玉轩，Hello 这个 Lee John，直播场地好像是场地三，谢谢 Lee John 的分享，谢谢浦原安安你好，OK，好，这个 Disco 这边我来看一下哦，Disco，那个如果有人在 Disco 的话，可以先帮我加入通话，我们来测试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这边不太有，我这边好像没有用过 Discord 来 call in 的这个经验呐、啊，所以如果你想要用 Discord 呢，影片底下的这个群组通话的话，你可以加入影片底下的聊天室，我们一个聊体育的群组，可以加入进去以后来聊聊你对我们台湾选手的一些想法。这边有看到一个冠玉是吧？OK，冠玉，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吗？冠玉有开麦吗？有吗？冠玉有开麦吗？冠玉有，我好像没有听到冠玉的声音呢。奇怪，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冠玉，你有听到我讲话吗？来看一下哦，好，谢谢这个 Way Isaac 的订阅，你有讲话，我没有听到，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处理一下，我来处理几嘞，好的，这个 Discord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通话的部分，所以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小林，你猜我祖先是广东还是福建的？不好意思，我先暂时不猜，因为我这边在用这个测试 Discord 的部分，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呢，所以等一下。这里来说应该是要有声音才对啊。
等我一下，我瞧一下，因为这个部分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用，所以你有讲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有讲话，因为我这边听不到你讲话的原因，我再想一下，我看一下哦，是因为我的耳机吗？我的耳机也是没问题的啊。你有讲话，可是我却听不到。真是奇怪。等我一下，我设定一下，设定一下。对，我知道你有讲话，可是我真的听，这边真的听不到。对，所以我设定一下哦。好，我看一下。好，我听诶。那个关羽，你可以讲个话吗？有，我听到了，我听到了。那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OK，OK， 好好，这样我了解了。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们先进麦好不好？你们先把这个麦克风进麦一下，谢谢。好，那个报道你再帮我进个麦哦 ，OK， 好，然后等一下，我在想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声音输进去给你们，输到这个，输到我的这边，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快速的找一下这个资讯。Discord OBS。等我一下，各位观众，不好意思，你现在看到这个部分呢，好，完全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用这个聊天语音的系统，所以我这边呢需要快速的来学习一下。那大家可能等我一下，好，你要先去上个厕所，什么都 OK 啦，因为这个部分我要快速的去掌握一下。抱歉，抱歉。好，等我一下哦。等。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奇怪了，好，我来试试看。
请问几点开始？大概八点吧，大概八点或八点半吧。好，回答刚刚那个，刚刚有一个朋友的问题。好，等我一下，我快速设定一下这个声音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分出来，所以有点麻烦，有点难搞。设定一下咯，设定一下，好，这个菜单不客气。我现在在设定直播的部分，所以先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对，这是小戴小天羚羊配没有在亚锦赛出现 ，OK。那个冠玉，请你开个麦可以吗？Hello， 冠玉。好，那你讲个话好了，你现在。现在如果你有听到冠玉的声音的话，影片底下帮我留言一哦。好，冠玉，你可以讲个话，就随便乱讲分，你念一到十好了。
对。好，大家有听到那个冠宇讲数字吗？有听到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好，你先帮我关麦，谢谢哦。好，然后 ，OK， 谢谢。没有，没有听到，哇，这个部分。好，我知道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快速解决，快速解决。刚刚有人说没有啊。好，如果没有的话，这样子，再一场。哦，刚刚有人说再一场就要比了。好，有，我有听到你讲话，但是就是因为你的声音送不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所以我现在在找办法用。对对对，你也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对不对？对，所以我在找这个解决的办法，因为现在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开始，所以我来测试一下这样子。好，你不会不会 ，OK 的。还没打完，还没有打完。现在我在设定那个直播的这个音量，所以这个部分呢，先等一下哦，所以我没有讲话，抱歉抱歉。
好哦，看起来是一时半刻处理不了，所以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就先不 call in，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先关，先那个，先不连结喽，抱歉抱歉，我们先取消连结 ，OK， 谢谢喽，感谢感谢 ，OK， 好的，我们今天可能是没有办法了，哦，没有办法连结了，因为这个部分看起来一时三刻解决不了，好 ，OK。好，那我们现在不好意思，就是刚刚呢太久没有回聊天室的留言了，抱歉抱歉。现在已经开始比了吗？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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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确定一下，我确定一下。目前看起来还没 OK， 那我们先回一下聊天室的留言了。OK， 先回一下聊天室的留言。我刚刚是谁？陈建明、赖佩君探讨没有？哎，没有，好像没有比哎，这个部分我不确定哎。OK， 好，这不先跟你说不确定了哈。好，然后那个中中说你祖先是广东人还是福建人？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的祖先一定是地球人啊。OK， 好。然后菜单说，请问几点开始？大概是八点的，八点或八点半。OK， 好，谢谢中中，谢谢中中说叫我们去按，叫大家去按赞。好，谢谢小贤，这次小戴、小天、林洋配没有比亚锦赛。好，赖普元，谢谢你的分享。OK， 也谢谢 Lee John 说下一场就是 OK， 谢谢这个手高峰的回报，然后也谢谢中中恩宪当我们的这个火山小老师。OK， 谢谢赖普元，然后谢谢来自印尼的朋友们，然后也谢谢 Ingrid Chen，Ingrid Chen 还没有打完，大概在半小时吧。OK， 谢谢普元，好，这个首日的对手是小林优吾跟宝木有吾朗。OK， 然后中中说小林，你每一次都会去投票吗？哎，应该是会吧。对啊，好，谢谢 Kevin 的分享。OK， 然后那你预测？这个2024的这个部分，中中恩宪这个部分交给你预测好了。我这个部分呢，台湾神童在这个部分呢预测不准啊。OK， 好 ，OK， 谢谢这个9888的分享。那看样子今天的比赛啊，要即将来开始了，但是应该还要再等一场啦，好，还要再等一场，还要再等一场。OK。不过重头戏应该是在明天啊，好，重头戏应该是在明天。我们快速跟大家讲一下明天的比赛，好，快速跟大家讲一下明天的比赛。明天的部分呢，我们台湾选手首先呢，哈，在女单的部分，在10:20，这个宋硕云要来对决的是这个泰国的选手，这个李美妙 ，OK， 大会的第六种子。那再来呢，在中午11点的时候，王子维尔对上这个马来西亚的选手这个肖谢 ，OK。然后呢，再来我们接着继续看下去的是12:20，女双的部分，女双的部分张静蕙跟李芷珍要来面对到是香港的选手，这个发音我不太会拼呐、啊，好，这是洛吗？没有关系，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不好意思。好，再来我们看一下3:40的时候，明天下午3:40的时候呢，我们台湾的女单许文琪要来面对到的是马来西亚的选手，然后接着在4:20的时候，下午4:20的时候，白玉珀要来面对到的是新度 ,OK, 大概是这样子 ,OK。好，谢谢 AI 啊！好，这个部分大家开始来聊起这个很久以后的这个未来的事情了。好啦，谢谢中中啊！你们有投票？你们重点是你们有投票权吗？你们我的观众里面有80%都是小孩子，所以我很好奇，这个你们也非常关心这种时事啊。OK， 好啦 ，OK， 不管你认为是谁，之后出来大家再说啊。OK。好，那也蛮特别的、啊，大家都开始关心这个国家大事，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好，那这场比赛还没有开始，哎呀，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用手机，改用手机 call in 好了。我觉得用手机 call in 比较快。等一下，我觉得用手机 call in 比较快，一样用 Discord， 一样在 Discord， 我直接用这个输出就好了。你会直播吧？明天你看下去就知道啦。我直接用手机做 Discord 的 call in 还比较快，等我一下。Hello， 那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的话呢，也可以在影片底下聊天室，影片底下聊天室呢有我们的这个加入连结。啊，在影片底下聊天室置顶留言呢，有我们的这个社团的加入连结，你可以点选以后加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语音聊天这个部分，你可以聊聊你对这场比赛的看法，或者是你来预测一下亚锦赛的这个部分，亚锦赛的部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的冠军、冠亚军呢，分别是谁，你也可以来预测一下。如果你想要来跟我们预测聊聊天的话，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 ，OK， 不是留言分享，影片底下留言区，影片底下留言区呢，好来去做这个分享啦 ，OK， 我们有个留言区置顶留言，置顶留言有一个这个群组加入的这个部分，你可以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OK， 好，谢谢 AI 的分享啦 ，OK， 然后普元说，我预测今天杨波涵、卢靖瑶的这个手势呢，对手看起来。首次的对手杨博涵、卢靖瑶首次的对手还是首次的对手？这个普元麻烦你再讲清楚一点哈。然后中中说 OK， 中中谢谢你的分享 OK， 好 OK OK。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想要打进来 call in 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影片底下聊天室呢，哈，影片底下聊天室有一个置顶留言，里面有我们这个羽球的这个社团的这个加入连结，你可以加入 ，OK， 来跟我们来 call in。Hello， 这个 Chenlin，Hello Chenlin，Long time no see，OK，、okay, 好。然后这样比赛的部分还没有开始，比赛还没有开始，所以我们也只能等了，我们也只能等了。杨林，我可以问你，马来西亚混双陈赖比了吗？陈赖，马来西亚混双吗？好像这边没有看到哎。这边没有看到陈赖的部分呢，如果有看到的朋友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OK。我来看一下哦，我刚看到的是明天的赛程啊，陈赖的部分是吧？来看一下哦。我有看到一组，可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马来西亚的那个这个混双是不是你说的，因为他的名字跟你讲的不太一样。可是，他是大会第八种子，我看一下，快速看一下，等我一下哦。应该是韩美。应该是韩美，因为他们第一轮的对手，马来西亚这个混双的对手，他们第一轮陈建明跟赖佩君是要对上这个许荣，是许荣凯吗？不是，陈建明跟赖佩君第一轮要对上的是南韩的选手，对，所以应该是韩美吧，应该是韩美，韩美比 ，OK。也不确定还没，应该是开始在比了，也许是开始在比了，因为今天的那个计分表不太给力啊，你知道吗 ？OK， 所以这个计分表不太给力，所以我没有不能不确定可以告诉你啊。OK， 好。然后小林，我问你，今年打算做什么大事吗？平平安安的度过啊。OK， 曾秀说现在比的对手是谁？现在比的我们台湾选手还没有开始比，那即将要比的是卢靖瑶跟杨博涵，要跟日本的这个小林优吾、保木卓朗比。艾尔达没有直播，跟这个郑能浩讲一下。
李真秀说坏掉了，你是说什么东西坏掉了？不太清楚，不太明白你的意思。OK， 然后，陈建明跟赖佩君还没比，我先跟这个跟大家讲一下。那李真秀哪个国家？日本，日本。OK， 积分表怎么这么烂？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要怪人家了哈。没举办一场比赛很不容易啊。Hello， 小梅你好。OK。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下正能量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卢靖瑶、杨博涵加油集气一下、啊、希望他们今天面对到非常顽强的选手、啊、大会的第二种子小林优吾、宝木卓朗、啊、非常强悍的选手，希望他们今天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了、啊、但是毕竟对手的实力真的是 比我们高出一点点一截啦、啊、可以跟大家讲。之后艾尔达会有直播吗？不会，在亚锦赛部分不会。那这个汤优杯应该是会。OK， 因为亚锦赛承办单位不是 BWF， 所以亚锦这个艾尔达就没有转播了。希望积分版能修好，我也希望。OK， 小林，我是说杨博涵、卢靖瑶第一场对手就是日本的对手，很难比。OK， 好，谢谢你的分享。啊，希望我们会赢，我们都希望啊。但是，这场比赛不是说我们要唱衰卢靖瑶跟杨博涵，因为这场比赛对手是真的比较强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看看这场比赛应该怎么说，反而是去专注这场比赛的内容。因为卢靖瑶跟杨博涵在前一场比赛的时候他们是有受伤，我记得在去年嘛，那这是他们伤愈复出以后的第一场国际赛，所以在比赛的部分我比较反而是比较去关注他内容，他比赛的内容，他的调整有没有做好，有没有打好，这样子。对，所以也跟这个真秀还有其他的观众们讲一下啦齁，也谢谢这个真秀的分享。至于林洋配的部分，我个人觉得林洋配目前也是在调整啦齁。那讲一个小小的这个消息，就是王麒麟呢他的这个单曲风筝齁已经出了齁，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要听王麒麟唱歌的话，你可以在 YouTube 打风筝，应该可以打得到他的最新单曲。Hello， 佳慧你好啊。OK， 所以这个部分来看一下哦。好，那如果你想要这个有听他的歌是不是？哦，谢谢真秀，我觉得大概预测会打到第五局赖补员。这个我记得是羽球现在还是三局两胜制，还是三局两胜制。什么时候才要开始？可能要到八点半了吧。梁露如应该会到场地三，我也希望是，应该是啦，应该是啦。OK， 好，那个还没有比，大概8:20、8:30，对，大概啦，哦。好，我们今天真的是有点失策，我今天太早开了。好，等我一下哦。哎呀，好，快了快了，现在是谁来比？现在是中国跟香港。OK， 记错了，不好意思，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杨乐如的上一场比赛是谁？杨乐如他们现在的比赛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比赛就是谁那边有结束的话，他们应该就会补去那个场地比，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也不好说他们上一场比赛选手到底是谁，因为积分板现在也是故障，我也没有办法就告诉你说他上一场是谁。好，可以多多聊天也不错，也是啊，我们就是正在跟大家聊啊，齁，这个真秀，谢谢你的建议啊。好，所以也跟大家讲，那我们的这个影片底下聊天室，影片底下聊天室呢，齁，有一个置顶连接，置顶连接呢，齁，置顶连接我们的这个体育群组的加入连接，齁，跟 LINE 的群组不一样，你也可以加入。那这边呢，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个语音通话 call in 的这个桥段，如果你想要打电话来，就语音连接这边呢，齁，来跟我们讨论，你觉得这次亚锦赛冠亚军呢，各个单项冠亚军是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OK， 李壮说他们应该接在中国之后，有可能，有可能。Hello， 哲弟 ，Hello， 哲弟。OK， 然后等我一下哦。OK， 好。
等我一下，调一下。好，所以如果你要打电话进来，来跟我们 call in 分享一下你对这场比赛的看法，或是你对这次亚锦赛呢，每个单项的这个预测的话，也欢迎你在影片底下，呢加入我们 Discord 的连结 然后呢就可以呢一起再加入我们聊羽球的社团，来可以跟我们分享喽。Hello， 宏志晚安。OK， 你猜我手机是 iPhone 还是三星？我猜你的手机应该是 iPhone 吧。OK， 好。中中，如果你这么想要跟我们聊天的话，你就 Discord 跟我们分享吧。影片底下聊天室的这个置顶留言呢，有我们加入的这个连结。你加入以后呢，点选这个 Discord 呢，你会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底下发现一个类似喇叭的这个麦克风的这个部分，喇叭麦克风的这个部分，你可以去点，然后就可以加入了。OK， 然后。普元说：“我记得。好 ，OK， 谢谢普元的分享啊，小林，如果是在场地三，一定是有直播的，一定是有的，对，一定是有的。那现在已经场地三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看看杨波和卢靖瑶会不会上场，希望可以上场啊，不然我们今天撑了这么久 ，OK， 还没有上场的话，小林真的会 QQ。”OK， 这个部分我看哈，我先来快速做一个什么？突然我要讲什么？我快速做一个计分表，手动计分表还比较靠谱，因为。我觉得应该到时候应该不会有电子计分表，所以我现在快速来做一个计分表，不然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最后看不到。确定是场地三吗？好哦 ，OK， 谢谢这个 Lee John 的分享 ，OK， 确定是场地三，没有错啦。等我一下啦哈，应该是场地三没有错啦，好，但是要等一下大会啦。感谢专业的奖评，一点都不专业，不过也谢谢你的鼓励。好，谢谢这个陈宏志，不会打到第三局。好，谢谢普元的分享。OK， 谢谢这个没都有。OK， 谢谢你。好，我先快速做一下，我先暂时不回应一下大家的分享啊，因为我先快速做一下这个计分表。OK。因为电脑的这个网页版计分表现在故障，大会提供的好像不太能用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自己手动来做一下。好，等我一下。好，快速做好了，所以我们快速的把它丢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确保分数可以出现。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然后，应该是快要开始了，因为现在这样这个情势看起来，大概
在十分钟，在十分钟，说不定在十分钟就可以开始了。然后我要先把，我要先把这个分数呢，先用给大家看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等。好，应该可以，只是分数要大一点。好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样应该够大了。我把它放到最大。比分是不是卡住了？对，狐狸语言比分卡住了，所以我们用手动的。OK， 好，所以只能靠手动啦，靠手动。动起来，好了，欢迎大家呢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赞，帮我们台湾选手这个杨博涵、卢靖瑶加油！比赛他们的比赛快要开始了，本来预计七点半，然后拖了快要再一个小时才开始啊！哦，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因为现在大会应该在换场地、整理场地啊。OK， 好，我看一下这个部分。好，那再等一下咯，再等一下咯。好，谢谢123。OK， 小林，请问杨博涵、卢靖瑶今天对上日本的这个，他们有曾经对，有曾经对战过一场，但是输啊。OK， 就只有对战过一场。OK， 好，你知道合欢山有人丢念经机，一直念经让游客毛毛的吗？我不知道，你常常告诉我一些冷知识，还好，谢谢你。中中，如果你想要跟我们聊的话，你不要一直跟我们在这边打好了，你直接，我记得你有加入我们的这个 Discord 啊，你直接跟我们聊好了，你直接打过来啦。OK， 你打过来我会接啦。OK， 你想跟我们聊，我们刚好也缺嘉宾嘛。OK， 今天那个许朱凯没有来，所以我们就刚好缺嘉宾，你要不要加入跟我们聊一下？哦，不管是对于什么大屯火山啊，还有什么哦，一堆就是一些哦有趣的冷知识啊，你要不要打进来跟我们聊 ？OK， 我有看你对这些知识都还蛮了解的、啊、哦，你可以打进来跟我们聊一下。开始了吗？阿雷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开始了？那阿雷怎么会这样？有人跟我说开始了。哦，开始了，真的开始了，找到了，找到了，哦，开始了，到那个怎么看哦？影片底下 YouTube 搜寻 Badminton Asia 就可以看得到了哦。好，大家加油哈、哦，一起来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 ！YouTube 搜寻 Badminton Asia 就可以看得到了。好，现在在热身啊，现在在热身，哇，这个还有给到1080p 耶，水哦 ，OK， 可以可以 ，Badminton Asia 开始了。抓饭可以看，那 Badminton Asia 这个 YouTube 频道也可以看 ，OK， 你到 YouTube 看会比较稳呐、啊、，OK， 到 YouTube 看比较稳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喽。今天双方呢，我们台湾选手呢，卢靖瑶、杨博涵呢是身穿白黑球衣 ，OK， 白黑球衣 ，OK。那比赛即将开始了，比赛即将开始了。OK， 双方现在呢面对到的是来自日本世界排名第4的小林优吾、宝木卓朗。OK， 比赛即将开始，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卢靖瑶、杨博涵加油。我们今天的口号加油很简单，我们今天的口号小林说卢靖瑶、杨博涵，影片底下留言全力发挥有够赞。OK， 我们试看看哦，卢靖瑶、杨博涵，影片底下留言。全力发挥有够赞 ，OK， 帮台湾选手加油 ，OK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情况啊，比赛即将要来开始了，那我这边会用手动的方式来积分 ，YouTube 要搜寻什么？你看一下我底下这边，底下这边哦，底下这边有个字 Badminton Asia 就可以看哦，哦刘瑞瑞 ，OK， 卢靖瑶、杨博涵世界排名我记得是25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世界排名第四的这个小林优吾、宝木卓朗，日本的选手来面对到我们台湾的、世界排名第25的卢靖瑶、杨博涵。好，双方呢，之前有交手过一场，那是在2019的新加坡公开赛，当时台湾选手是直落二落败，所以呢，今天呢，看看能不能一雪前耻。OK，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喽，那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卢靖瑶来发球吗？哦，我们来看一下，好，是这个杨博涵来发球，哦，这边没有，是日本的选手来发球，啊，日本选手又发过来我们这边，我们现在这是就是在互相发球练手感啊，还没开始 ，OK， 还没开始，比赛即将开始，我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的赞，帮台湾选手卢靖瑶、杨博涵加油，希望可以集到这个4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好，闯进下一轮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好，台湾选手发球，这边杨博涵发球，哇，这边发球，我们看一下这一球发球即得分，比数是来到了1-0。好，我们台湾选手比数1-0，目前比数1-0。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哇，这边杨博涵这边。快速的分球，这一球日本选手回球是在界内吗？这一球在界内，比数来到了1-1。好，目前比数1-1。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日本选手发球，这个部分这一球，哇，快打旋风，我们这边拿下，目前比数2-1。好，目前比数2-1。好，目前比数2-1。好，谢谢佳慧，谢谢这个刘翔，谢谢朴元，好，谢谢佑鲁。从哪里可以看？影片底下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框框吗 ？Badminton Asia YouTube 搜寻可以看哦。OK， 好，台湾选手发球，这球发球，我们看有没有过？没有过，2-2平手。好，目前比数2-2。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目前比数2-2，这一球哇，日本选手快速的反击，但是呢，这球我们还是有拿到了分数，3-2，目前比数3-2。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杨博涵的发球，发一个短球，这边杨博涵这边再来一个，哇，卢靖瑶往前，这一球日本选手界外好球，4-2，我们再度拿分，目前比数4-2，继续加油冲第一。OK， 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目前比数4-2，我们两分领先。OK， 目前比数4-2哦，看一下台湾选手这边发球发一个短，这边好球发球即得分，5-2，哇哇哇，三分领先，开局打得有模有样。日本队这边反而是他们的失误好比较多，感觉好像还没有在比赛的状况里面。好，台湾选手继续发球。好，卢靖瑶发球发一个短，这一球哇，这一球的发球日本选手得分5-3，更正5-3，谢谢关玉。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3，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情况，目前比数5-3。好，日本选手发球，这边卢靖瑶，哇，杨博涵这球回球的落点是在哇界外，所以这个部分是来到了5-4，我们刚回了一个界外，对手得分5-4。好，目前比数5-4。影片底下一起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集到4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这边哇，有机会，这边哎呀，有点可惜。哇，卢靖瑶要去救这颗球，没有救到，让日本选手追平。目前比数5-5，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5的局面。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发球。好，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发球，台湾选手接发。好，这球发一个短，再来好球。哇，日本选手再度失误，6-5，我们台湾选手得分。6-5，目前领先一分。啊，站上发球线的是我们要来发球的是台湾选手杨博涵。我目前比数6-5。OK， 6-5。那个佳慧，麻烦你更新比数，可能要更新正确一点哦，因为你这边的比数都
有点怪怪的哈、啊。如果没有办法更新正确的话，就以我的这个小林的比分为主啊哈，不要误导大家。OK， 好，目前比数是来到7-5，好球好球，目前比数7-5。好，影片底下一起正能量按赞，帮台湾秀加油，希望可以集到4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秀加油集气咯。OK， 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7-5。好，我们看一下杨博安的发球，发一个短球，再来这一球发球过去，对手哇，结果我们这球没有发好，让对手得分7-6。对手这边呢落后我们一分，我们领先一分。那现在是卢敬尧要来接发球，我们看一下准稳住稳住哦。好，这边日本选手发球，卢敬尧再往前这边，好样的好球，我们再度拿分8-6。好球 ，nice play。8-6，目前两分哦。好，谢谢浦原。好，8-6，目前比数是8-6。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8-6。OK， 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台湾选手卢敬尧要来发球。卢敬尧发球，卢敬尧的发球天下无穷。这边我们看一下，卢敬尧直接起跳，哇，这球起跳，我们看一下，有点可惜失误，让对手得分8-7。王子维要明天哦，好，跟刘翔讲一下 ，OK， 明天大概11点多左右吧。好，目前比数8-7。好，日本选手发球，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的发球。这个部分，日本选手这一球的发球，我们看看这个情况。哇，日本选手追平，目前比数是来到了8-8的平手。8-8的平手，日本选手追平了。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球，台湾选手这球有机会，好球，日本选手再度失误，9-8，好球 ，nice play， 我们再度得分9-8。好，目前呢这个比分焦灼啊，比分焦灼啊，台湾选手。目前身穿黑白的这个衣服的是我们的台湾选手卢敬尧、杨博涵，世界排名25名，要来面对强敌世界排名第4的日本选手宝木卓朗跟小林优吾。好，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哇，这边卢敬尧漂亮的往前，哇，漂亮的往前下压这一球，10-8，好球，好球，再一球，再一球，再一球，拿下这个。中场技术暂停前的关键一分哦。好，10-8。好，目前比数10-8。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0-8。这一球，卢敬尧发球，杨博涵发球更正。这一球我们看一下，哇，卢敬尧回球有点被对手针对，10-9，目前比数10-9。好，希望我们可以拿下第11分啊，稳住稳住。好，10-9，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目前比数10-9，日本的男双来发球，这边发一个短，这边好球 ，nice play， 哇，台湾选手这边呢，哈，卢敬尧啊，哦，马上好，以快打快，11-9进入中场技术暂停 ，OK， 目前11-9，我们进入了中场技术暂停了 ，OK， 谢谢大家。那目前呢，羽球比赛是3局2胜制，那每一局呢，哈，谁先拿到第11分会进入一个。中场技术暂停，小休息的时间。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台湾选手杨博涵、卢敬尧的第一局呢，其实发挥了中规中矩。那反倒是说，换个方式说，卢敬尧跟杨博涵他们今天表现相对稳定的多。那日本选手宝木跟小林呢，他们呢，哈，是失误比较多了，哈，在整个比赛来讲呢，是没有进入状况里面的。那台湾的选手，卢敬尧、杨博涵今天的这个整个比赛内容来讲呢。稍微急躁一点点，可是整体的这个稳定度还是有的。11-9，目前2分领先。也欢迎大家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喽。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就可以得到我们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1-9。我们来看一下卢敬尧的发球，这球我们看一下12-9，漂亮漂亮，得分险中球，再度拿下12-9。谢谢浦原的分享。OK， 好，目前比数12-9。
Nice play。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2-9。好，卢靖瑶呀在发球啊，卢靖瑶发球发一个短，这边卢靖瑶往前吊一个短，回一个后场高，杨博涵再往前见缝插针拿下分数13-9，我们目前领先4分哦，看起来有希望哦，13-9。谢谢洪凯的分享。好，目前比数13-9，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台湾选手发球，卢靖瑶发球发一个短，杨博涵在后场的接应，这球哇真的是一个默契的搭配，14-9再度拿分，14-9。这场羊肉炉挑战大魔王吗？算是吧。 OK， 因为宝木跟小林也是蛮强的。 Hello 郑燕，好久不见。 OK， 14-9 OK。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杨博涵回球后场，这一球裁判高平举双手界外十位，所以比数是14-10，日本选手得分。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呢是这个回球出界。好，目前比数14-10，谢谢佳慧的帮忙，不过你的分数真的要正确一点哦。OK， 目前比数14-10，这一球一样是，哇，这边呢一样是让日本选手得分，14-11。哦，比赛这边呢，日本选手追分也是蛮快的。所以这边还是要小心一下日本选手追分，特别是他们轮转还有快速的进攻的这个改变节奏的方式也是蛮强的，哦，也是他们擅长的一个球风。这球选择不打，因为觉得有可能日本选手发球没有过，没想到这球过了，14-12，日本选手再度追分，目前比数14-12。好，目前比数14-12，台湾选手目前2分领先，这边呢还是不能大意啊，哦，这个郑燕好久不见。OK， 这边好球，日本选手这边我们的哇，这短边相接的平抽打再度拿分，15-12，好球，15-12。好，目前比数15-12。来，我们来看一下杨博涵的发球，杨博涵发短，这边杨博涵直接起跳拦截，再来杨博涵哦，这边卢靖瑶往前短，再来去做大角度分球，卢靖瑶这个推后场。这一球我们在界内，好球 ，nice play， 16-12，好球好球。目前比数16-12，好球好球。这个部分我们继续啊，再下一层16-12 ，OK， 再五分 ，only five， 再五分我们就可以拿下第一局胜利了，再五分，16-12 ，OK。好，我们这边哇，卢靖瑶的防守非常漂亮哦，这球好球拿下，17-12，第一局再四分，第一局再四分拿下哦，我们台湾选手第一局再四分打败这个世界排名第4的男双组合啊，哦，目前17-12，有机会，好，目前比数17-12，好，谢谢浦原的分析，好，目前比数17-12，我喝个水啊。好，目前比数17-12。那整体看起来呢，卢靖瑶跟杨博涵呢，他们其实整体的搭配还有默契来讲呢，今天呢都非常的绝妙，而且在轮转位移还有稳定度上面来讲呢顺畅，而且维持了相当高的稳定度，是他们第一局呢保持5分领先的一个关键。好，那这个部分呢，有机会第一局哦，再四分。那宝木跟小林这一对组合呢，他们可能啊，我个人觉得，因为五分差毕竟也是不小，那他们也许有可能会设一个停损点，比如说没有追到17-15的话，可能他们这一局会放掉，也说不定啊，这个部分这是我个人的推测了哈。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40个按赞正能量，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7-12。Hello Justin，Hello， 谢谢 Joyce，Hello Joyce，Hello Justin， 一起帮台湾选手加油。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OK， 好，谢谢阿奇啊，保姆组合可能保姆嘛。OK， 好，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也可能他们还没打开，也说不定。OK， 好，
原来没有电视 live， 艾尔达没有转播啊，艾尔达没有转播啊，这次因为不是 BWF 办的，所以不是艾尔达就没有转播了。OK， 好，谢谢佳慧的777。好，17-12，17-12。好，我们来看一下17-12，来看一下杨博涵的发球，发一个短。好，左手持拍的杨博涵这边，卢靖瑶这一球要救。哇，结果我们看一下，结果这球是宝木和小林这边呢，拿下了分数，所以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7-13。Hello， 小贤 ，Hello Justin， 谢谢 Justin， 谢谢小贤的分享。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哇，卢靖瑶在一个大角度分球，杨博涵来到场中，好球，这个部分，这边呢，杨博涵上场压迫对手呢，马上失误，18-13，18-13，再三分 ，OK， 一起当我们台湾选手的正能量啦啦队，影片底下正能量留言777，帮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OK， 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哦。好，这边卢靖瑶回一个后场高，这边杨博涵我回一个平抽，再来杨博涵曲前哦，场中直接跳起来扣球，这球拿分，19-13，19-13，19-13，19-13，继续得分，冲，19-13，再两分哦，19-13。我们再两分拿下第一局，再两分。卢靖瑶的发球天下无穷，卢靖瑶发球得分 ，Go Go Go！ 这球漂亮，卢靖瑶大角度的分球，20-13，20-13。OK， 目前比数20-1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目前比数20-13。好，我们看一下这球，哇！对手的回击是一个出界，好球 ，nice play， 21-13，第一局打得漂亮，打得好，我们拿下了第一局。OK， 谢谢小贤，谢谢 Justin， 谢谢佳慧，我们拿下了漂亮的第一局。OK， 那羽球赛事是三局两胜制，所以呢还有第二局。如果你觉得我们台湾选手可以直落二打败对手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如果你觉得我们台湾选手可以直落二打败对手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一。谢谢朴渊，谢谢张少。OK， 看样子，卢靖瑶跟杨博涵好表现，打脸小林的赛前预测啊！好，赛前预测我是认为杨博涵跟卢靖瑶赢面不大，但是他们以好稳定的表现，好顺畅的位移轮转，好拿下了这个第一局的比赛。好，如果你跟我一样认为卢靖瑶、杨博涵可以直落二打败对手晋级下一轮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一。OK， 好。日本这对组合状况有点差，有一点。好，谢谢 Lee John 的分享。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看，目前比数，第一局21-13，第二局加油。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直播主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ay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ay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OK， 好，那我们看一下目前比数是来到了21-13。好，第一局拿下，谢谢阿奇的分享。OK， 好，谢谢建宏，谢谢这个咪咪，也谢谢 Joyce。有可能场上的风向有差，说不定。那我们看一下换了场以后，卢靖瑶跟杨博涵表现是不是一样的好 ？OK， 好，喝个水。陈宏志说：“真的假的？没有啦，是红烧的，是炸的。”OK， 没有在真的啦，哈。我们是真的，我们是炸的，是红烧的，哦，是卤的。OK， 好。谢谢这个朴元，谢谢洪凯的分享。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能赢日本一局真的很厉害。OK， 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局的开局，目前是0-1，日本选手率先得分，日本选手发球。这边哇，这边杨博涵连续两次想做一个大角度分球，差不多的弱点，但是都是界外，0-2，0-2。目前比数来到0-2。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边，好，我们看一下，好球有机会直接起跳，哇哇哇哇哇，这个卢靖瑶这边有点站不稳啊，希望他没事。0-3，0-3，目前比数是来到0-3 ，OK。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暂时三分落后给日本选手。好，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选手宝木跟小林的这个部分。好，这边杨博涵再往前做一个平抽，这一球，哇哦，哇，这个感觉日本选手已经回稳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哦，开局呢连得四分，0-4，0-4，哇，这个部分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哦，大意会失荆州啊，哦，虽然第一局赢了，但是第二局还是要稳扎稳打，0-4，谢谢刘翔 ，OK， 这个部分。卢靖瑶想要去做一个分球，一样是分到街外，目前比数是来到0-5。好，目前比数我们暂时五分落后。影片底下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一定赢。OK， 目前比数是来到0-5。这边杨博涵后场连续两颗直线，再来好球拿分，来1-5，1-5，漂亮漂亮，1-5。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5，1-5。我们台湾选手目前开始追分喽，杨博涵要来发球，杨博涵的发分 ，Go Go Go！ OK， 目前比数1-5。这边杨博涵往前平抽，这边卢靖瑶后场起跳，哇，这边再来，哇，这一球有点可惜，回球的时候有点，发力有点失误了，目前比数是来到1-6，1-6，谢谢浦原的分享。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6，1-6。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日本选手的发球，发一个短。这边杨博涵漂亮，这球直接回一个中路拿分，好球，2-6，2-6。比数是来到2-6，我们再追一分。目前跟对手有四分的落后，我们继续追分，一分一分慢慢追，球不落地绝不放弃。好，我们来看一下台湾选手卢靖瑶的发球，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站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OK， 好，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这个，我们看一下，2-7，目前比数是来到2-7，有可能是风向啊，哦，有可能是风向，好，目前比数2-7，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一球卢靖瑶后场，好，回一个中路，好球拿分，3-7，3-7，哇，卢靖瑶这一个扣球真的是威力无穷啊，哦，力大无穷啊，3-7，对手直接扛不住了。OK， 目前比数3-7，3-7，好球，好，目前比数3-7，我们看一下杨博涵啊，杨博涵的发球，杨博涵回球都非常的刁钻，发球也是花样百出啊。OK， 这一球我们看一下杨博涵的这边的回击没有办法顺利得分，3-8，3-8。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3-8，3-8。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边，哎呀，有点可惜，这球卢靖瑶想要去做一个后场的回击，但是挂网，3-9，3-9。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3-9，3-9。好，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发一个后场高，哇哇哇，这球有救到，我们台湾选手救到啊，这边呢，好，重新好重整旗鼓，但是卢靖瑶在回球的时候呢，回球挂网，3-10，3-10，目前暂时的七分落后给这个日本的选手，不要紧，一分一分追，还有机会。好，目前比数3-10，3-10。再来，我们看一下卢靖瑶往前。好，杨博涵在后场这边。再来，我们看一下杨博涵后场这一球回球的部分漂亮哦。哇，这个部分回到一个三不管地带拿分，4-10，4-10。好球，再来一球得分，再加一分。目前比数4-10，4-10。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4-10。卢靖瑶的发球，这一球发球有过哦，5-10哦，好球。哇，这个部分呢，日本选手判断有点失误了。谢谢浦原的分享，好，谢谢 SJ 帮台湾选手加油。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10，5-10。
好，这一球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哇，杨博涵漂亮，好，往前的反拍，好球，漂亮，这球呢双双的压迫，让这个日本选手回球呢出现了失误，6-10，6-10，好，一分一分追，我们追到只剩下只剩下四分了，一分一分追，目前比数是6-10，6-10，稳住稳住。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卢靖瑶、杨博涵加油，希望可以集到5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6-10，6-10，这个部分这一球的回球落点是在，哇，结果是在界外，6-11，让对手拿到第11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羽球赛事是抢21分的。OK，Hello，朱凯，好久不见，再追了，再追了，没有错，集气直追，追追追。追OK， 目前比数是来到6-11，6-11，暂时的五分落后。不过我们第一局是赢的哦。OK， 好，喝个水啊。好，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林'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那这个部分呢，目前比数是来到了6-11，6-11，对，正在追分中，正在追分中。那台湾选手目前呢，暂时的这个小幅的落后五分给日本的选手，可以可以，没有错。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OK， 目前比数6-11，6-11。OK， 以下克上，没有错，没有困，没有错。好，来看一下日本选手来发球。日本选手来发球，台湾选手来接发，继续破发得分，一路发。OK， 6-11。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这球回球出界，好球，我们再度追分，7-11，7-11，继续集体直追，集体直追，7-11，7-11，再四分可以追上来。好，杨博涵的发球天衣无缝。OK， 来看一下杨博涵的发球。OK， 这边。哇哇，有点可惜，卢靖瑶在后场的回球出界，不是出界，挂网，变成7-12，7-12，目前比数7-12，7-12，好，我们看一下，谢谢浦原的分享，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一球，哇哦，哇哦，卢靖杨博涵这球跑到后面想要紧急救这一颗，哇，但是有点可惜，没有救成，7-13，7-13，好，目前比数7-13。谢谢浦原的分享 ，OK， 好，目前比数7-13，这一球漂亮，哇，这个杨博涵呢，往前的马上快速的截击拿分，8-13，8-13，怎么自动打比分啊？自动打比分什么意思？没有这个，因为这个网页版的比分好像已经挂掉了，所以我们这边只能用手动打。好，目前比数8-13，8-13，好球，这球再度得分，9-13，9-13。好，希望有回答到刚洪凯的问题，竹凯的问题。好，目前9-13。好，谢谢佳慧的更新，不过你的更新要正确一点啦，你更新的这个速度已经太慢了。OK， 9-13，10-13，好球，我们继续追分，10-13，好球 ，nice play。好，我们来看一下力量人，力量人，好，这个卢靖瑶的力量人，好的发球，力量人卢靖瑶发球。发一个短，这边杨博涵，然后杨博涵后场适时的补一颗。OK， 这边我们看一下，对，是网页当机。好，这边再来，哇哇哇哇，这球漂亮，哇，这个花式回球，这边呢，好球好球，哇，这边呢，我们漂亮的这个花式回球呢，打乱了日本选手的这个节奏，我们再度拿分，11-13，追到两分差了，追到两分差了，11-13 ，OK。追到两分差，11-13，11-13，稳住稳住。好，我们看一下力量人，力量人卢靖瑶的发球。OK， 卢靖瑶的发球威力无穷，继续得分，再一球。卢靖瑶发球这一球，日本选手回球，这球是压线嘛？11-14，11-14，特训有效哦，没有错，11-14。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1-14，台湾选手暂时的三分落后，但是前面呢大幅的六分七分的落后我们都追了，追到现在只剩三分落后，一定可以追平的。
OK， 如果你觉得我们这局可以逆转胜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二。你觉得我们台湾选手这局可以逆转胜？好，影片底下留言加二，加二加起来，帮台湾选手加油加起来。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5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目前比数是11比15。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卢靖瑶漂亮的分球，这球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回球软了，没有过，12比15，我们再度得分。谢谢 ORG 必须逆转，谢谢有名，谢谢竹凯，谢谢佳慧，谢谢炳林。好，目前比数是来到12比15，有机会，有机会哦。这边卢靖瑶起跳，漂亮的起跳得分，拿到，哇，这个部分裁判好像，我们看一下。裁判对手要挑战吗？可是这边好像没有办法用鹰眼呢。12比15，裁判这边我们看一下裁判怎么判。哇哇哇，这个部分对羊肉炉加油，谢谢竹凯。哇，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裁判怎么判哦。好像有一些争议球，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启动鹰眼，因为这边好像没有鹰眼，不确定这边第一轮有没有鹰眼。哦，没有挑战，对，没有挑战，因为好像没有装鹰眼，好，所以目前比数是12比15，卡在12比15。日本选手这边有点不服气，因为他们觉得好像羊要多喊呐，哦，哈哈，被裁判警告了一下，就少喊了很多。好，谢谢 ORG 的分享，谢谢炳林。OK， 好，这个部分目前比数12比15。发脾气的小林吗？哦，对，不是我发脾气，是这个日本的选手小林。小林又有点发脾气了，13比15，所以这个部分裁判还是维持原判啊，13比15我们赢啊。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13比15，好，杨博涵发球，好球，这个部分再度得分14比15。加油，杨博涵快回来！谢谢 Joe Chong， 谢谢竹凯，谢谢浦原。OK。好，目前比数是14比15。好，这边哇哦，这球有点可惜。哇，这个部分让对手，我们回击挂网，让对手得分14比16，14比16。好，目前比数是14比16，14比16。谢谢佳慧的更新啊。OK， 佳慧的回这个留言，比分更新有一点快，越来越进步咯，情绪波动，趁虚而入，没有错 ，ORG 说的对。可是日本选手稳下来了，目前比数是14比17，谢谢 Joyce。OK， 好，欢迎来这个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谢谢 Joe Chong。话说这个日本的这个组合呢，去年跌了一点点而已，但是还是很强啊。OK。好，这个部分杨博涵再往前平抽，哇，这球回到界外，14比18，谢谢 Joey 的分享，14比18，目前比数是来到14比18。好，哇，日本选手再度拉开了比分，我们这边要小心了，啊，绝对不能让日本选手拉开比分，不然这会很难追啊。第二局我们还是有机会的，这边杨博涵，哇，漂亮的平抽挡回击，拿下分数15比18，好球，15比18，我们台湾选手目前暂时的3分落后，有可能可以追平哦。你觉得这局我们可以逆转胜？影片底下留言加二。这局台湾选手能够逆转胜？影片底下留言加二。目前比数是来到15比19，15比19，哇哦哇哇哦，结果换我们这边有一些争议球啊。更正，15比18啦，15比18。好，目前是15比18，15比18。谢谢炳林。我觉得有一点被对手怪气了。OK， 好，谢谢浦原的分享，谢谢竹凯、佳慧、炳林的分享。15比18，卢靖瑶的发球，谢谢展明，谢谢 Morris。OK，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杨博涵后场。哇，卢靖瑶往前，这球回球飞出去，界外，15比19，15比19，哇，这边呢四分差，我们看看能不能一分一分拉近，不要让那个对手呢哈率先来到第20分，不然会很难追啊。谢谢舅，这个杨博安喊的话可以打破日本的精神状态，谢谢舅，没办法，没鹰眼就是这样，对啊，没鹰眼就是这样子啊。好，15比19，这边我们看一下卢靖瑶回一个后场，杨博安回一个后场高。
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一球的，哇，结果是在界外。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在界外，我们得分哦，16-19，16-19，我刚看错了，抱歉抱歉，16-19，这球是日本选手在界外，16-19，谢谢旧的分享，日本心态比好多国好，好，谢谢旧的分享，谢谢这个浦原，16-19，好，杨博涵的发球，哦，变化百变，哇哦，这一球有点可惜，有点 miss 掉了，好，16-20让日本得分。那目前这样的话，日本率先在第二局停牌。OK，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稳住，稳住。16-20，我们还是有机会。杨博涵往前，卢靖瑶后场，哇，漂亮！卢靖瑶还是没有放弃，没有错，球不落地，绝不放弃。17-20，17-20，啊，害我心脏差点跳出来，真的是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啊！我也是啊，哈，跳这么大。OK。啊，这个一颗心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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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狂跳，大家有看到吗？跳得好剧烈啊，17-20了，哦，17-20了 ，OK， 啊，目前比数17-20，哇，这个部分我们继续继续，哇，如果你跟我一样一颗心扑通的狂跳，在影片底下留言加3，哦，目前比数17-20，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一球，卢靖瑶、杨博涵，哦，卢靖瑶防守，卢靖瑶再一个分球，哇，这球。哇，卢靖瑶被回击到倒地，17-21，17-21，哇，结果双方要来到第三局，第二局我们台湾选手四分之差没能拿下，所以要来到第三局。博颖说有直播吗？你输入 Badminton Asia 就有直播可以看到，在 YouTube 上面，真的是可惜啊！谢谢 Joe， 谢谢张少，谢谢这个 Joyce 的分享。OK， 那势必要来到精彩的第三局了。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订阅我的小林 Liz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送给大家最新的台湾选手比赛资讯。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z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哦。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就有意思的，就有意思的小林。OK， 好 ，OK， 我。如果大家知道我在这个模仿谁的话，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啊。OK， 我是就有意思的，就有意思的小林。OK， 好，好，谢谢洪凯，谢谢这个佳慧，谢谢 Joyce。OK， 等一下台湾换场就应该可以了。对对对 ，OK。好，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得到。好，希望可以得到50个暗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机器。我们还有第三局啊！哦，如果你觉得我们台湾选手能够在第三局拿下比赛胜利，晋级下一轮的比赛的话，影片底下留言777。OK， 如果你觉得我们台湾选手能够在比赛里面拿下胜利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777。OK， 好，帮台湾选手加油。如果你觉得我们台湾选手可以拿下比赛胜利，在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台湾选手加油机器。OK， 好，谢谢刚刚新朋友的订阅，谢谢您。OK， 好。OK， 谢谢洪凯的分享。刚刚好像有一颗球有争议，对对对，那一颗球是日本队硬要争的，很明显是界内，场地是没有鹰眼的。谢谢 Lisa 的分享，这次的场地，设备上好像是没有鹰眼。OK， 谢谢 Mimi。OK， 谢谢 Mimi， 也谢谢启崇，谢谢佳慧的分享。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7比，第三局了。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台湾选手这边继续，哇，好球，好球，好的开始，成功了一半，富贵险中球，哦，我们突破了鸭蛋，1-0，1-0，好，对手目前还是挂零哦，哦，好的开始，旗开得胜，先持得点，1-0，谢谢，我想刚刚台湾那球。OK， 谢谢洪凯的分享。OK， 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2-0，好球哦，我们连下两城哦，2-0，没关系啊，过去了就过去了。OK， 现在着眼现在了。OK， 2-0，我们下两分领先，还是有机会的。好，谢谢浦原，谢谢佳慧。OK， 那目前比数是来到2-0，这边哇，回的有点高，有点甜，让对手得分，2-1。目前比分是来到2-1。好，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来发球，台湾选手这边的回应是如何。好，
目前比数2比1，这边哇漂亮的这个杨博涵的反拍，卢靖瑶现在在往前驱前回到后场，这边卢靖瑶一个人表演杨博涵的分球，这球有点可惜，分出界，2比2平手。好，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目前比数2比2平手，双方来到平手的局面，2比2的平手。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等我一下哦。好，目前比数是来到2比2平手。哇，这一球我们台湾选手绝妙的发挥，拿下了分数3比2。我们暂时领先一分。谢谢这个 Morris， 谢谢这个佳慧的分享。OK， 影片底下一起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OK， 好，目前比数3比2，这边杨博涵回到一个后场，这边卢靖瑶也在后场就做一个防守。哇，有点可惜，卢靖瑶的反拍回球没有过。目前比数是来到3比3的平手。哇，比分非常的焦灼，3比3平手。双方呢，都想要拿下这个关键的一胜，谁也不让谁。那这个部分呢，剑拔弩张。这个部分比数3比3，谢谢小爷的加油。好，那目前比数3比3，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的发球，台湾选手的接发，看看能不能破发拿下这一球的分数。好，左手持拍的杨博涵要来接球，这边卢靖瑶分一个后，哇，有点可惜。这一球呢，卢靖瑶的回球呢，可能有点闪失，所以没有说做到很好。目前比数3比4。好，目前比数3比4，日本选手暂时领先一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日本选手来发球，卢靖瑶来接发，右手持拍的卢靖瑶来接发。OK， 这个部分杨博涵在后场去做一个回球，非常有爆发力，再一个漂亮，连续两板刷刷，好球拿下。4比4平手，又追到平手了。目前比数4比4。好，我们正在转播的是羽球亚锦赛台湾男双的32强赛，面对到是日本的选手宝木佐朗跟小林优吾。OK， 那目前比数是来到4比4，对手是世界排名第4的选手，这次大会的第二种子。那我们台湾是世界排名25，哇，这一球有点可惜。日本选手发球，我们台湾选手这边回击界外，4比5。Hello， 小爷你好，谢谢 Morris。好，也谢谢佳慧。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目前比数4比5，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一球卢靖瑶的回球在哪里？这球在界内，好球，5比5。5比5平手 ，nice play。好，目前比数是来到5比5。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谢谢佳慧，谢谢小爷的777。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哇，这一球。这一球的回击5比6，哇，这球我们也上去稍微去抗议一下，可能抗议也没有什么效啊，因为裁判应该大部分还是会维持原判啊。5比6，目前比数5比6，哇，今天这场裁判不管是发球审还是主审，甚至是现审，在两方的判决上面都有一些争议啊，都有一些争议。那这个部分判决应该是无效啦，裁判还是会维持原判，但是比赛还是要继续进行，我们台湾选手绝对不能被这个裁判的判决影响啦，目前暂时落后一分，5比6。好，我们看一下日本选手的发球，发一个短球，哇，这球有点可惜，这球我们台湾选手回球没有过，5比7。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逆转胜，没问题。OK，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选手的发球，日本选手来发球，我们台湾选手来破发，
继续得分，加油，台湾选手！哇，这球有点可惜，日本选手呢有点抓住我们台湾选手回球的策略了，去做一个强势的平抽挡，拿下分数5-8，5-8。谢谢有名。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8。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日本选手的发球，这边我们看一下这球台湾选手有救到。再来，哇，这边连续两板，台湾选手防守非常好。这，哎呀，可惜，哇，卢靖瑶这球，杨博涵这球拼出去，哦，滑倒，但是没事没事。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6-8，6-8 ，OK。好，目前比数6-8，6-8。对，最主要的是情绪不要被影响。这个谢谢浦原的分析，谢谢佳慧。好，目前比数6-8，谢谢 Morris。看起来我们目前两分差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的。OK， 目前6-8，6-8。好，目前的比数6-8。好，继续来看一下喽。目前比数6-8，台湾选手暂时的两分落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卢靖瑶的发球，卢靖瑶的发球发一个后场高远突袭。这边哇，杨波涵哇搭配的这个天衣无缝啊，马上对手出现破绽，杨波涵冲到中路回一个中路扣球得分，7-8，好样的好样的，漂亮，7-8，好球， nice play， 7-8，7-8。我们现在正在转播的是羽球亚锦赛男双台湾选手对日本选手的赛事，目前台湾选手暂时的哇两分落后，7-9，7-9，暂时两分落后，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集到52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7-9，暂时两分落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目前比数7-9。这边杨博涵快打旋风，哇，往前的平抽挡，杨博涵有点操之过急，回球出界。目前比数7-10，7-10，7-10。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7-10。好，谢谢浦原。好，目前7-10，对手再度得分，我们目前暂时三分落后。好，日本选手的发球，这边好球，日本选手再度发球失误，8-10，8-10，我们这边再度拿下分数。好，谢谢Joe，谢谢佳慧。OK， 目前比数8-10。8-10，好，我们看一下杨博涵的发球，杨博涵的发球天衣无缝，威力无穷。这边杨博涵回一个后场高，哇，这球太高了，直接让日本选手得分，8-11，哇，这球太甜了，直接让日本选手掌握下来，8-11，8-11。好，那目前暂时呢，我们三分的落后，三分的落后。谢谢宏志的分享，没有错，我们台湾的二双也是很厉害的。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55个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杨博涵、卢靖瑶加油集气。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z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最新台湾选手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目前比数8-11，8-11，暂时三分落后。谢谢浦原和佳慧的分享。那羽球赛事是3局2胜制，那每一局呢，谁先得到第11分呢，就会进入中场技术暂停。那谁先呢，抢到21分就赢了。OK， 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8-11，我们暂时三分落后。场地的风向也是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败优势啊。但是看起来风向，两组选手都已经适应的差不多了，这个部分呢，现在呢，真的就是高手过招了，比拼球技和抗压力了。好，但是裁判的判决，超越都是我们的 得分。好，谢谢 Lisa 的分享。OK， 谢谢浦原的分享。不过裁判的判决，因为毕竟没有这个鹰眼可以辅助，所以我们还是得，就是用自己的实力去说话了。好 ，OK， 8-11，8-11。好，目前比分来到8-11，8-11。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8-11。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比数是来到了8-11。这边我们看一下，哇，这球双方的平抽挡，
这球我们台湾选手得分好球，9-11。谢谢浦原的分享，9-11喽。我们再追一分，9-11，9-11。谢谢 Morris。哇，这个部分，哇，是一个 lucky ball， 我们有机会。卢靖瑶后场，杨波涵，哇，漂亮！卢靖瑶、杨波涵连续两板，刷刷拿下，10-11，10-11，追到只剩下一分差了，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逆转胜得第一啊，追到只剩一分差了，各位。影片底下正能量赞，给我们台湾选手满满的正能量，帮助他们拿下比赛胜利，希望可以集到55个正能量赞，帮台湾选手正能量加油 ，OK。10-11，10-11，好，谢谢有名 ，OK， 这一球有机会，杨博涵，哇，卢靖瑶这球 miss 掉，让对手得分10-12，10-12，谢谢 Joe， 谢谢这个 Morris， 谢谢宋有名，那目前比数是来到10-12，哇，日本选手又再度拉开了一分差的比数变两分差，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台湾选手一球一球慢慢追，气势我们没有输人家 ，OK， 这球。杨博涵漂亮啊，往前连续两板抢攻拿下分数，11-12，11-12，谢谢泡芙 ，OK， 谢谢张少，好球啊，11-12，11-12，漂亮的抢攻，杨博涵啊，适时跳出来当台湾英雄，好球，11-12，11-12，好，目前比数11-12，我们看一下卢靖瑶的发球，卢靖瑶力量人的发球，哇，这球有点可惜，日本选手直接往这个卢靖瑶的身上招呼啊。那目前呢，11-13，11-13，哇，现在又变成两分差了，哇，这个日本选手还是把这个比分定在两分啊，台湾选手加油，看看能不能再追回一分差。好，这个部分日本选手发球，好，日本选手发一个短，这边杨博涵的发大角度分球，这球的落点是在界内，好球，12-13，再度追到一分差，好球，好球。对，差一分了，谢谢佳慧，谢谢 Morris， 12-13，12-13，再来，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杨博涵的发球，威力无穷，这边卢靖瑶漂亮这一球，我们看一下现审的判决，竟然是在界内，哇，日本选手这球是在界内，12-14，12-14，又是两分差，12-14。好，我们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赞，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这边我们看一下，哇，这个部分卢靖瑶回后场高，这边防守的部分出现了一个空档，让日本选手有机可乘。12-15，12-15，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稳住。Hello， 子怡，晚上好。啊，目前我们在播报的是羽球亚锦赛台湾男双32强的赛事。那目前呢，哈。第三局暂时3分落后给日本选手。好，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台湾选手加油，谢谢子怡。OK， 目前比数12-15，目前比数12-15，紧张，刺激。我们只有小小的落后三分，还是可以追12-15。好，日本选手发球。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球，台湾选手卢靖瑶连续3板。漂亮，都是杨博涵在往前3板刷，好球，是13-15，好球，13-15，真的要撑住，谢谢 Morris。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台湾选手加油，撑住13-15，我们快了，快追平了。哇，这个杨博涵适时呢，哦，跳出来当英雄，哦，当卢靖瑶状况不好的时候，杨博涵跳出来互补 ，OK， 十。好球，14-15，再度追分成功，14-15了，各位，14-15，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逆转胜，没问题 ，OK， 好，14-15，杨博涵的发球威力无穷，现在日本人吓得屁屁喘 ，OK， 14-15，这个部分这一球的发球我们有进吗？哇，结果发球没过，14-16，让日本得分。哇 ,14-16, 紧张的比赛，真的紧张啊，哦 ,ORG 看得很开心吧，谢谢 Joe, 谢谢佳慧，谢谢 Morris, 影片底下留言 777, 帮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 ,14-16, 哇，这个部分这一个部分日本选手发球发一个短，啊，卢靖瑶后场有救到这颗，再来
好球，15-16，15-16，哇塞，如杨博涵漂亮的回击，日本选手再度失误，15-16，我们追到只差一分，现在日本选手两个都怕杨博涵，直接抢，现在日本选手就针对卢靖瑶来打。他们 不敢把球打给杨博涵，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杨博涵的球，所以卢靖瑶这边一定要振作。哎呀，这边有点可惜，这边呢卢靖瑶的15-17，没有关系，卢靖瑶加油，我们全部都为你加油。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卢靖瑶、杨博涵加油，谢谢佩宁，谢谢 Joe Chong， 一分一分拿 ，OK， 15-17，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卢靖瑶往前，杨博涵扑倒在地，这一球，哇！结果裁判判的部分是界外，界内，日本选手在界内，15-18，谢谢 Joe， 谢谢泡芙，谢谢 AYJ， 谢谢 Morris， 哇！目前比数15-18，我们暂时的三分落后，没有关系，稳住，15-18。好，谢谢 Joe， 谢谢佳慧，谢谢这个 Joe 的分享。15-18，这边我们有机会，哇！卢靖瑶救到这颗，杨博涵往前，卢靖瑶也来，杨博涵再往前回一个后场高远，准备做防守，有这个部分，好球，漂亮啊！守住这球，16-18。好球 ，nice play， 16-18，好球，谢谢逸轩，谢谢 Joe， 谢谢佳慧，我们再度追分，哇，这个部分台湾选手韧性十足，球不落地，绝不放弃，16-18。比赛还有，才两分，日本选手世界排名第四，台湾选手世界排名第25。有机会扳倒世界排名第四，就在今晚了。好，那这场比赛是在马尼拉，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来举行。OK， 所以目前比数16-18。谢谢敬宴，谢谢这个没关系，来晚的 OK 的。OK， 谢谢 Joe， 谢谢子怡。16-18，杨博涵的发球，发一个短，这边再来，我们看一下卢靖瑶这球，哇，卢靖瑶见这个反手拍挂网。16-19 ，Hello， 子瑜你好，没有关系，好，帮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好，目前比数16-19，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16-19，台湾选手的发球，台湾选手的接发，更正接发，谢谢敬业，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卢靖瑶。反拍再来，哇，有点可惜，这球救球的部分16-20，哇，16-20，日本选手这边来到了赛末点，这部分我们还是不会放弃的，一分一分追，16-20，谢谢敬业，希望能够翻盘啊，16-20，好。一球一球，球不落地，绝不放弃。OK， 杨博涵、卢靖瑶继续得分，冲冲冲 ！OK， 16-20，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分16-20，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站帮卢靖瑶、杨博涵加油，希望可以集到60个按赞，正能量帮卢靖瑶、杨博涵加油集气，16-20，加油加油，稳住稳住，16-20，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一分一分的逆转，连追四分，可以的，加油！日本选手发球，哦，有点慢哦。好，发一个短，这边，哇，这一球有点可惜，没有办法追好，追分成功，让日本选手拿下。哇，结果最后是16-21，比赛结束。不过卢靖瑶、杨博涵今天还是打了一场好球啦，，nice play 啊，nice play。OK， 值得嘉奖，OK， 今天整体的内容来讲呢，其实卢靖瑶、杨博涵可圈可点啊，只是一样啊，在关键的时刻，我个人觉得卢靖瑶的发挥这一点呢，如果可以再更棒的话，或许今天的结果会不太一样。好，谢谢张少的分析，谢谢洪志，真的非常精彩。如果你觉得今天比赛很精彩的话，影片底下留言777。OK， 今天一样把掌声送给台湾选手，尽力了。
很棒，也是要恭喜日本选手啦。OK， 毕竟人家也是世界排名第四嘛。OK， 好，也谢谢张少，谢谢敬业的分享。OK， 我们最后两分钟跟大家快速聊两分钟，小林要去吃饭啦。OK， 好，最后两分钟，我们跟大家聊聊，最后两分钟就结束喽。OK。777777，掌声鼓励，没有错，没有错。OK， 那快速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明天的比赛，快速跟大家讲一下。OK， 讲完我们就下播了。OK， 讲完我们就关播了。明天的比赛啊是这样子的，明天的比赛，等我一下。明天的比赛呢，首先第一场比赛呢是台湾选手宋硕云。宋硕云呢，哈，会在10:20台湾时间10:20来出战这个女单的泰国选手李美妙，李美妙 ，OK。然后呢，接着在11:00的时候呢，哈，会来王子维的男单会来出战马来西亚选手这个萧谢。然后呢，再来是12:20女双的选手张静慧跟李子珍呢会来出战香港的女双。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下午。在下午的部分呢，哈，3:40会有女单的比赛，许文琪呢会来出战这个马来西亚的女单。那接着今天的台湾选手最后一场比赛会是落在我看一下哦，4:20，白玉珀要来出战女单的这个印度一姐新度，大概是这样子。好，这星期五要去现场看 P League，OK， 敬业，好啊。好好享受 ，OK， 好，都要睡了 ，OK， 张少睡了，拜拜 ，OK， 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洪凯 ，OK， 谢谢你的分享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下播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这个分享。今天对裁判的判决有些不满意，哎，输还是虽然对裁判判决不满意，但是我们也要有风度啊 ，OK。好，那就先这样子咯。OK， 那我们下次的直播见。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大家都很棒，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给你们一个赞。我们下次见，拜拜。